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情，就算不常见面，只要彼此惦念就好。即使相隔再远，只要联系不断就行。最好的感情不是朝夕相处，不是信誓旦旦，而是人远心不远。你在天南，我在地北，你在海角，我在天涯，不会因为距离影响彼此的感情。天涯遥远，挡不住彼此思念，时空虚幻，隔不断心灵挂牵。那些不能常伴在身边的人，有亲人、家人、爱人或朋友，因为工作的原因两地分离，因为忙碌的原因联系不多。但是不见面不代表忘记，联系少不表示冷漠。心若在，纵然人在天涯，心亦咫尺；心不在，即使人在咫尺，心亦天涯。有的人虽然离得近，但是心却越来越远；有的人虽然离得远，但是心却越来越近。真正的感情不会随着时间淡化，不会因为距离改变。人生一世，遇见的人很多很多，能留下来的人真的很少，不是所有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。所以珍惜那些和你保持联系的人，珍惜那些一直对你好的人。即使不能天天见面，就算彼此相隔两边，也要惦记着，问候着，关心着。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不因时间而淡忘，不因距离而遥远。四季冷暖，有人叮嘱加衣；生活忙碌，有人催促休息。精神有处寄托，委屈可以诉说，心灵有了归宿。人生不再漂泊，身在天涯外，心在咫尺间。灵魂的陪伴最温暖，心灵的相牵最眷恋。最好的感情，人远心不远；最好的关系，再远也亲近。时间不是问题，距离不是阻碍，只要心里有，只要情意真，再远也能不离不弃，再久也会始终如一。一辈子真的不长，该珍惜的彼此珍惜吧。